你们都看了爱与家刚发布的大爱城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吗？都没有看吗？咱们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动声色地把项目都做起来了，而且比我们的进度要快，要省钱，宣传的效果要好得多。你们都给我醒醒吧，我们花了上亿的资金，我们的大楼才刚刚奠基，人家就租了公寓轻而易举地把项目做起来，而宣传的路人皆知。我们红石花了那么多的钱，又是开新闻发布会，又是请媒体，又是发通稿，可是还不如人家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微博，宣传效果好得多。你们这些高管，我花了这么多钱都做了什么？孙总，你先别动怒，爱与家的官微我看了，但我认为红石爱与家本身是无法类比的。爱与家走的是讨巧的小众路线，而红石走的是扎实的规模效应。爱与家租那个民国小楼，就算装修完毕做成了公寓啊，最多也就20多个房间，根本无法满足上海这么大的长租公寓的市场需求。而我们的大楼一旦建成，可以迅速推出几百个房间，当然建设周期是长了些，但是我们的规模绝对是他们无法企及的。云平，我花了这么多钱请你过来，就是听你来狡辩的吗？你作为一名资深的房地产专家，为什么不能提出短平快的解决方法？爱与家这么做，他不仅仅是要跟我们抢市场抢客户，也是在抢先机、抢品牌、抢知名度，你们懂吗？我告诉你们，红石有资金、有实力，这并不代表你们可以不考虑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一味的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开拓长期公寓市场，一定要漂亮。我不允许任何人比我们更有特色。孙总，在红石，我的话就是圣旨，不需要解释，我也不希望听到反对的声音。为结果论，一群废物。喝杯咖啡提提神。谢谢。你看起来太累了。孙总的话你别太放在心上，他那人性格就那样，顺我者昌，一点也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咱们这个长租公寓的项目跟爱与家的不一样，只要咱们稳扎稳打，肯定能有好的收获，你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判断。而且其实咱们心里都明白，恒真和真真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那也都是被逼得没办法了。这个道理你明白，我明白，可是孙总不明白，他想立刻看到结果，他没有耐心等待。你说这个孙总怎么这么急功近利？他目光应该看长远啊。云平，你说咱们来红石是不是错了呀？
他花那么多钱把我挖过来，就想立刻看到我的价值。现在对错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往前走。那个还有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官微呢，注册还不到一个月呢，我们的粉丝都已经过了百万了。还有在我们微信公众号里的文章，每一篇转发量都会过万，甚至有些热帖都会有十万加。如果您同意跟我们合作的话，我们一定会利用我们的官微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您做大量的宣传。是啊，我们现在做的是第一期公寓，马上就会有第二期、第三期，甚至第 N 期，会有上百、上千、上万的租户进入我们这个项目。您想想啊，如果我们的客户习惯了您的品牌，并且有很好的用户体验，以后他们买房子的时候肯定会首选您的品牌，并且成为您最忠实的客户。邵先生，陈小姐，你们的想法呢的确不错。这样吧，等你们的公寓真的建到了第 N 期，客户真的拥有几百万的时候，再来找我谈合作也不迟嘛。我是觉得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合作的话就有点晚了，我们还是想在我们的创业初期能跟您合作。好了，我待会儿啊还有个会要开啊，咱们有机会再聊吧。啊，来来来。不好意思打扰你了，谢谢啊。好，谢谢。陈小姐，王小姐，你们两个的意思呢我已经明白了，无非就是想让我们公司呢给你们这个公寓的样板间提供家具，但是只能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们只和达到我们标准的企业进行合作。很显然你们目前的这个项目还没有达到我们公司的要求，所以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是这样，我们现在呢确实达不到这个要求，但是我们公司有我们自己公司的考量，所以我才说对不起。那好，还是谢谢你。好，谢谢，再见。赞助没谈成啊，很正常。这一家谈不成，我们还可以去谈别家。啊，一个品牌不行，我们还可以去谈别的品牌。总有一家能愿意的啊。行了，就别安慰我了。放心吧，我不会灰心的。虽然这原来没怎么做过生意吧，但是我这从小也算是耳濡目染，看着我爸把一家小小的中介做成现在的爱宇家。所以我知道，想要说服别人，让别人认同你，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可以啊，你既然有这样的觉悟，突然想到你刚来爱家的时候，那个轻浮啊，那嘴脸，可现在判若两人，证明你在走向成熟的路上。哎，你停停停啊，我原来是你说的那样吗？我有那么轻浮吗？我啊？是啊，我给你演一下。你演一个，我看看，我看我原来怎么样。我哪有你这样拿鼻孔对着你说话是吗？店长，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哎，你今天有空吗？我帮你联系了一家天使投资机构，他们看了你的大悦城项目可行性报告，非常感兴趣，想约你当面聊一下。真的？哎呦，店长，你说您这都离开华源店了，还总是这么关心我，
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了。穆云平把你的项目直接搬到了红石集团，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难。虽然我人离开花园店了，但是这个项目是我一手看着弄起来的，我当然希望他好啊。好，谢谢了，店长。那这样，那你把地址发我，我一会儿过去找你。嗯，我到时候把地址发给你，咱们一会儿见啊。好，一会儿见。真真，你一会儿帮我去医院看一下我爸。曾店长给我介绍了一个天使投资机构，我得赶快去一下。行，那你赶紧去忙你的，董事长那儿就交给我吧。好嘞，我走了。店长，嘿，还叫店长啊？我这不叫习惯了吗？哎，看你们老在唯品会买东西，我就选了点这个美容养颜的。祝你越来越漂亮，正品有保障。爱瑜伽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邵董事长怎么样？手术做得很成功，不过还需要一段时间进行康复治疗。你放心吧，我跟真真在呢，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鹏程，我还是很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在公司最难的时候，我离开了。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还有就是，穆云平也希望你能够原谅他。因为爱情吗？我理解。讨厌。没有了，穆云平呢，只是做了一件绝大多数人都会有的行为，所以我理解。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谁都控制不了谁。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吧。嗯，成熟了哈，都会跟我说这番话了。行了，我跟你说正事儿啊，一会儿要来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股权投资公司富思资本。这个公司的老板贾总呢，算是投资界的一个奇才，因为他一直都投资很多很早期的创业项目，但是最后都能够成功上市。我们俩是很多年的朋友，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推荐咱们大悦城这个项目，他一听，嘿，很感兴趣，因为他最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特色公寓的创业，所以呢，他说他想亲自见见你，想当面听听你的想法。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呢，待会儿人家也来了，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好好说话。那个，谢谢啊，店长。说你都离开公司了，还为我的事儿操心，谢谢。真真，听鹏程说你们已经找到了一处适合长租的房子。是啊，董事长，我们找了一处老房子，特别适合做青年公寓。我刚来之前刚把合约给签了，所以您就放心，好好在这养身体。嗯，真真啊，我知道鹏程现在取得的一些成绩都跟你有关系。哦，没有，董事长。应该说你对他的帮助不少。嗯，关键是这臭小子肯听你的话。还是主要是因为邵鹏程他……我还没说完呢。你是一个纯真、善良、负责任的孩子。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认准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坚持到底的那种人。有你在他的身边，我就放心了。以后你们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他要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就帮我教训他。他要是碰到什么困难，你就帮我好好的鼓励鼓励他。他要是不听话，你来找我，我帮你做主。董事长，真真，那我就当你是答应了。
以后我就把鹏程交给你了。哎，贾总，给您介绍一下爱玉家邵鹏程，这是富思资本的贾总，幸会。邵鹏程，哎，请坐，贾总。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那个贾总，这是我们的商业计划书，您先过目一下。计划书就不用看了，其实我们团队早就对大爱城进行了详细的评估。我的好友猎聘 CEO 戴科斌是中国 HR 行业的翘楚，非常关注精英人才，他很看好你，特别叮嘱我一定来见你，看看能不能获取一些文字之外的东西。啊，这点您放心。曾店长没有给过我任何的材料，所有的信息都是红石公司对外的报告。我知道您是这个商业模式的原始创意人，所以呢，我想请您解释一下，大爱城与红石公司和市面上其他公司所做的青年公寓具体有哪些不同和优势呢？没问题，那我就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我认为我们大爱城这个项目呢，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我们的特色公寓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和种类进行整体的规划设计及装修，除了居住之外，我们还提供管理和运营服务，完全杜绝一房多租。我们是按照客户的种类分别建造，比如青年公寓、老年公寓等等。第二，我们提供的是中介服务和管理服务，租客的租金直接转给房东，我们只收取少量的中介费和管理费，这样呢，就完全避免了现在在市场上有很多公司利用租客的租金套用资金的风险。这第三呢，爱玉家本来就是一个中介公司，所以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高品质的目标客户，并且为他们提供价格合理、稳定的租赁房源，促进租赁市场的合法规范。国家现在提倡消费升级，我们要做的就是想让这个城市中的普通老百姓从居住环境上真切地感受到消费升级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嗯，非常感谢邵总的详细介绍，戴科斌戴总真有眼光，您独特的运营模式和优秀的团队都已经说服了我。其实我今天来之前呢，我们富思资本已经基本上同意将大爱城列为我们的拟投项目之一，但是我个人的工作习惯，还是希望亲耳听到您的核心理念。哎，我看这样吧，请您尽快实际操作一个样板案例，最终呈现的结果和财务情况，如果跟您所描述的一致的话，那我们就对大爱城进行 A 轮的股权投资。哎呦，这，我真没想到。太好了呀，谢谢，太好了，谢谢贾总，谢谢谢谢，这也太顺利了，这个。谢谢啊，没想到这么顺利。谢谢杨店长。哎，我还瞎客气什么。大哥，今天会上老板的态度让你不舒服了吧？嗨，咱们这个老板呀，他就这脾气啊，我跟了他这么多年，天天都这样。没什么，老板就是老板，咱们都是打工的，不能要求老板没脾气吧？你可是他报以众望的人才啊。他特意把你从爱玉家挖过来，就是希望你在红石把长租公寓的项目做到行业第一，你可不能让他失望啊。是啊，是我做的不够好，不过我对我们这个项目还是有信心的，成功只是时间的问题，我相信一年之后红石一定是最后的赢家。哎呀，我也是这么想。
弟弟借你一个。但是咱们老大等不及了，他想要的是在竞争一开始就把对手死死的踩在脚下，不给任何的机会。这个是我查到的大爱城样板公寓装修工长，你看能不能派人找找他，花点小钱通融一下，只要能够在媒体上让他们的样板公寓质量上出点问题，咱们就有喘息的时间了。这么做小弟就先告辞了。对了，每个老板都希望自己器重的人能够为自己拼命。我花了这么多钱请你过来，就是替你来狡辩的吗？你作为一名资深的房地产专家，为什么不能提出短平快的解决方法？你看能不能派人找找他，花点小钱通融一下，只要能够在媒体上让他们的样板公寓质量上出点问题，咱们就有喘息的时间了。企业除了盈利，还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安德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什么？盈利于民，造福于民。酒喝多了，我当然会陪在你身边了。
你别，你要是在红石干的不开心，我就陪你一起走。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我相信你，现在以后不许喝这么多酒了，知不知道？没事，没事，真没事了。那送你回家。走。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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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慢，哟，你去哪儿？家在这边，真是喝晕了你啊！我们的宫薇今天又涨了10000多粉丝，钱真的这速度也太快了。我之前浏览宫薇的时候，下面有很多评论都还是挺有建设性的。其中有一条说我们首期的样本间数量有限，所以应该找个合适的时间提前开设预组。提前开设预组，我觉得这个办法真的可以考虑啊。果然是这高手在民间，群众的智慧无穷啊。那是。这样，许山。你把有建设性的评论呢都收集好，我们可以做个参考。行，其实现在主要啊，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怎么可以说动品牌，让他赞助我们所需要的家具和家电。我觉得光靠说肯定没有用，你们想想，这些品牌商天天得多少人围着他们，都想拿到免费赞助。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能不能邀请他们去参观一下咱们之前的实际案例，比如说于小姐一家，对吧？我相信他们要是看到了景大设计师的设计和实际装修，一定会对咱们的项目的前景充满信心。我倒是觉得呢，我们可以开一个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展现我们的设计理念，并且让所有的客户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房子的样子。哎，我同意啊，这样既能宣传咱们自己的项目，又可以起到宣传赞助商的作用，他们肯定愿意啊。嗯，这个真的好。什么急事儿啊？这事我做不了，请孙总另请高明吧。咱老板的脾气你也是清楚的，如果他知道自己器重的人跟自己不同心同德，那结果……抱歉，这种事不符合我做人的底线。哎，你以为你不做就没人做了吗？恕我直言，穆总，一个背叛了自己老东家的人，还谈什么做人的底线？要是再被新东家给遗弃了，那可就不是老板的问题了，就在于您本人了。你还是冷静冷静，好好想想吧。于小姐，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哎呀，干嘛那么客气啊？我们家可是你们青年公寓项目的第一个受益者，你们带客户来参观，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再说了，这也是你们爱雨家的房子呢。快进来，快进来啊！那二位请吧。好好好。这个鞋柜呢是可以旋转的，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空间。然后我们需要换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隐形的凳子放下来。
这个拉篮的设计呢，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取高处的东西。嗯，这个设计啊，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多功能组合翻板床，我父母来了也可以一起住。特别感谢景设计师。那我们接下来去参观一下卧室和卫生间。啊，那不必了。我们大致都已经了解了，都非常的好啊。我们大爱城这次第一期的样板公寓大概会有20几间房间，每一间房都会有不一样的设计风格。而且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在网上的关注度特别高，如果你们赞助我们的话，肯定会比你们自己做样板展示间关注度更高。而且在今天下午，我们大爱城这个项目会举行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我们会展出我们的设计理念和效果图。如果二位到时候有时间的话，很希望你们来参加啊。好，谢谢二位的邀请，我们非常的荣幸。那咱们说定了，到时候发布会见啊。好，届时呢我们一定参加。二位请到这里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这边呢是我们整个公寓的一层，是我们的一个公共区域，大家平时会在这儿休息。您这边是一个书吧，然后往这边看，这边是一个小酒吧，平时住客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闲聊一下呀，谈谈心啊。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的餐食，有点心啊、酒水啊、饮料，一会儿休息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品尝。还有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草坪，而设计师呢特别的有心意，你看各种各样的绿植，还有一些果树，到秋天的时候呢硕果累累。树啊，这个是石榴树。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虽然我们这栋楼呢是一栋旧楼，是很多年前的一栋房子，但是我们里边的设施呢非常的齐全，很多适合现在年轻人用的公共设施，还有小型的店。邵总监，我刚在医院做完检查，大夫说我得了白血病，我以后可怎么活呀？咱们这对我负责任呢。那个，您是负责工程的赵师傅吗？对呀。那个，您别着急，慢慢说。您放心，有什么事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我这不是刚检查身体吗？这大夫说我得了白血病。我就是接手咱们这个项目之后才得的这个病啊，我之前身体好好的，啥毛病都没有啊，可是到现在我得了这个病，你说是不是咱们的装修材料有毒啊？有毒？哎，大家安静一下啊，大家听我说，我跟大家保证，所有用到的材料无论大小都符合国际一级的环保标准，请大家相信我们爱与家是不会拿自己声誉来开玩笑的。请设计师，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我在诬陷你们，还是你们想推卸责任啊？我跟你说，接了咱们这个项目之后，我没日没夜起早贪黑的干，我到现在我得了这个白血病了，我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呀？我赵师傅，您的心情我们理解，您别激动，您别着急，我们先解决问题。好，我建议这样，我们再去医院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万一如果您之前的检查有误的话，您也别先自己吓自己，是不是？不是，那三甲医院的结果还有错吗？小妞，徐振，赶快带赵师傅去最近的三甲医院做一个全面体检，如果确定是白血病的话，马上安排住院。行，现在就去，来，赵师傅。哎，锦先生，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赵总，您说一下好吗？这个没什么。听我说两句，我邵文成在这儿呢，用我的人格给你们保证，我们的建筑材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绝对会达到国际1级的环保标准。所以我想拜托各位，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希望各位不要以讹传讹，不要传出那些不实的新闻。你们也放心，我也在这儿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快的查出真相，并将结果公布于众。谢谢各位。您稍等。能不能个别谈谈？好啊。哎，锦先生，您作为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所有材料来源你都是知道的，您可以告诉我，您认为是哪种材料最有可能，还是说所有材料都是有问题的呢？锦先生，我们听说大爱城的项目资金短缺，非常困难，请问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你们不得不采用价格低廉的装修材料？是啊。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已经送赵建国去医院重新检查了，所以他到底有没有生病，我们材料有没有问题，这个等我们调查过之后，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您说，邵先生，程小姐，事情变化成现在这样，我们也很遗憾。这样吧，还是等你们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我们再商谈后续合作吧。邵总监，程小姐，你看你们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儿？
我们之前是因为信任你们爱与家这个项目，才允许你们在你们的宣传单上打上我们家具赞助商的名字。现在呢，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我现在要求你们马上把这些已经发出去的宣传单收回来，并且马上销毁。二位实在是抱歉，今天这个事儿发生的太突然了。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们绝对不会用不环保的材料。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把真相查清楚。你觉得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还能信任你吗？走。没事啊。请 A 0210号流光到第一诊室就诊。周师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个身体不太舒服的？前几天吧，前几天我都觉得有点头晕、恶心，浑身没劲儿。一开始还没当回事儿，没想到到医院一查，查出这病来了。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你说我这……家里头上有老下有小，我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请 A 0227号张思伟到第七诊室就诊。请 A 0227号张思伟到第七诊室。这个白血病的潜伏期其实挺长的，咱们正常人一般情况下不会突然得这个病。您再好好回忆回忆，是不是您之前就有过这种类似不太舒服的情况？请 A 0228号。送传法到第二诊室就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说我这病我早就得了，是不是？我现在是在俄公司。不，我跟你说，这入职体检我是做了的，那会儿我身体好着呢，我什么毛病都没有，我就是干了这活以后才得的这个病，我这算工伤，你们别想抵赖。我跟你们说啊，你别想抵赖。赵师傅，你先别着急，小宁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他什么意思？哎呀，您千万别多想。邵总监这个人我们特别了解，不管是不是工伤，他自己的员工生了病，他不可能坐视不理的啊。您先平复一下，别生气了。一会儿啊，咱们就在里面，彻彻底底、里里外外全给他检查一遍，万一是误诊呢啊，是吧？这不就皆大欢喜吗？我也盼着他是误诊呢。请 A 0229号赵建国到第四诊室就诊。走吧。请 A 0229号赵建国到第四诊室就诊。没事没事，老邵，你听我说，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如果我现在同意你出院，那是对你最大的不负责任。老钟啊，你就让我走吧。你知道大爱城是彭城的心血啊，现在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安心待在这儿呢？不行，你说什么事情比你的身体更重要呢？啊，你再想想，你能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不能半途而废呀。没事儿。哎呀，老邵啊，你就听听我的。爸，你绝对不能出院啊！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你跑这儿来干嘛？不去处理啊？那还不是您非得闹着出院，张秘书不知道怎么办了，给我打电话了吗？来，好好劝您吧。哎呀，爸，您怎么说的？啊？您不是说把公司交给我了吗？您现在什么都放手了，这刚遇到一点问题您就不放心，您这可不是放权的态度啊。彭程啊，不是我不放心你，这件事情啊没那么简单，估计是竞争对手在背后搞的鬼，我怕你一个人啊应付不过来。我知道您说的我也都明白，但是您得相信您儿子的能力吧，是不是？这遇到一点什么问题我就请您出马，这我还怎么成长啊，是不是？爸，您就听我的，踏踏实实在医院待着，哪怕到最后我能力有限
到那个时候您再力挽狂澜，那也不晚。Set us to collide.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 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 You've become my only star. Where it'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 I follow wherever you are.Baby, I won't let you feel afraid. I'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 All these memories won't be erased.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 Hey,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 We can't deny it's real. All my life searching, now I know I foundFuture.